关于 Fullnet 的，然后可能偏学术一点，就是不会那么 application， 然后反正中文讲吧。然后我来自中国大陆，然后之前在 Bigray 读数学的那个 PhD， 然后有一个工作是关于用 Fullnet 做一些人工智能方面和数学分析的东西，它可能不是你们传统接触的像 Deep Learning 那种分析，因为我自己也做 Deep Learning 的工作，是用一些规则性的东西去预测一个系统和它的分类。可能我要花多一点的篇幅去讲 FuzzyNet， 因为这个概念还蛮好玩的。因为大家可能都最近很多人在搞比特币，或者说你们可能在做 Deep Learning 的时候会遇到并行系统分析的问题。我之前和 CMU 的米布也有合作一篇，就是用 FuzzyNet 去做那个 Private Server， 因为 Deep Learning 里面有很多并行计算的问题。然后我们在那个 Facebook 上有一个 Facebook 的后台上有一个实现，就是用 FuzzyNet 做了一个 Private Server 的分配问题，如何解决并行计算。所以说 FuzzyNet 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它是一个很古老的东西，但是它现在有在比特币，就区块链的那个共识算法的描述领域有一些工作，然后在那个 Deep Learning 这种高需要很强大并行计算的领域也有一些工作，所以我花了点多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可能的 plan 我可能只能做到三个，一个是分析，一个是基础的介绍，然后还有那个形式化定义，然后最后一个是我们讲我们用在区块链那个地址分析上的一个应用。OK，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这个 two paradigm system， 有了解过这个东西的吗 ？OK， 那我们 hold。简单来说吧，就是说我们会定义在一个系统当中，系统是指我们对一个形式、对一个问题的描述。我们只引入了两个 product， 一个就是那个圆形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 plate， 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一个横线，我们叫 transitions 或者叫 transactions 都可以。就是我们在这两个东西里面，数学上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在群里面，它也是一个 two product system， 群 group 是数学的 group， 是我们那个聊天那个群啊 group。那么它一个是它的元素 element， 另外一个是元素上的运算 operate。element 是一类 product， 然后那个 operator 比如说加减乘除它就是 operate， 然后元素加上 operate 也构成了一个 two product system。比如说我们的加法系统，一加一等于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整个自然数我们就可以认为是一类数字，我们来叫 element。然后或者叫 product， 然后我们另外一类就是比如说 operator。这种加减乘除加法的这个符号我们也是一类 product， 然后整个 Java 系统也可以看作一个 two product system。 所以说同样在我们的那个 PN 模型就是 Pretty Net 里面那个圆形那个东西我们叫 place， 然后那个竖线横线那个我们都叫做 transitions， 它们也构成了一个 two product system。 OK， 这东西大家应该不需要了解，就是大家目前看到是一个很抽象的图，我们先略去。OK， 我们直接讲定义问题。OK， 那么我们形式化定义就是说 P 是一个有限集合的 base， 然后 T 它是一个 transition， 就是它包含了集合。我们举一个简单例子，大家都是程序员，程序员里面进程和进就是一个程序执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状态变化，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绝大多数计算机程序，我们不考虑 RO 的话，它就是一个有限状态机，它会在不同状态之间切换。你们在写 React 的时候，大家应该有前端工程师，或者写 React 的时候，或者你们在写那个 Deep Learning 会有一个像咖啡会生成一个网络嘛？那个网络的每一个算子，就是比如说一个 operator 算子的变化，是你就可以理解为是那个 plate， 然后中间会有计算过程，就理解为 transitions 是一种。比如说 React 里面，你不同的前端页面会在不同的受到了不同的这个 event， 它也会发生变化，就 state 和 event 形成变化。state 就可以理解为 transitions，event 就可以理解为那个 state 就可以理解为 place。那个 event 过来之后，到你的 state 发生了变化，它就可以理解为 transition。可以看到 ，PN 其实是一个应用性也很强的东西，因为它在很多领域都可以得到表述。其实 PN 是最早我们用来描述事件系统流程图。如果大家学软件工程的话，有个叫 UML 的东西 ，UML 的溯源都可以溯源到 FuzzyNet 的东西。所以说它会给出一些形式化的定义，比如说 P 和 T 是一个集合 ，A 是 P 和 T 之间的一个连接。我们来举个图看一看，这个东西就是那个我们说的 base，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 transitions，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 arc 弧，我们来到边，这叫弧，这个可能不同地方的教授翻译它不一样，然后这些东西就构成了一个图。OK， 我们有一些规则，然后
这些规则主要是保证我们的 PN 它可以有限。大家可以不去了解这些规则的细节，大家理解它。就比如说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高等数学的时候，我们会学那个格林函数，格林函数会计算一个图形的那个面积，但是我们会要求这个函数足够光滑、足够好。一个足够光滑，其实就是一个 translation theory 的条件，就是我们要去计算一个函数的某些特性，或者说一个函数的图像，我们必须要求一个函数它的性质足够好，它足够光滑、足够 smooth。那么同样的，我们需要分析一些有用的 PN， 我这个 PN 可以非常复杂，比如说我可以举一个无线网络的 PN， 比如说像在那个量子物理学领域，比如说我的所有，今天早上看到那个八位数那个问题，就是说我可以把量子力学的所有状态，一个量子的所有状态，它可以组成一个 PN 模型，然后这个 PN 模型就不是光滑的，因为它的 transience 是不确定的。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只条件我们可以控制的 transience， 所以说我们要分析的问题是略化的一个东西。OK，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圆圈里面的那个黑点，我们把它叫 resource， 也叫 token。很有意思，就是我第一次去了解区块链，跟大家在讨论那个 token 经济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跟那个 PN 里面的那个 token 很像，因为他们都是表示，就我们经常讨论区块链会讨论一个东西叫代币经济学，其实就是说一个代币在不同的状态里面发生转化，那其实跟那个 PN 里面的 token 是一样的，一个 token 资源在不同的 state 里面做转化。OK， 这个是不同类型的 transition， 比如说当一个 transition 它没有输出 place 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 soft transition。然后例如还有一些特殊的 place， 比如说当一个 place 它是一个起点 ，soft place 意思是它是所有 place， 它是后面所有 place 的起点，它是第一个 place。OK， 然后那个 soft loop 是指的在一个 PN 图里面，我的 place 和自己发生的一个循环，这个循环可能是再到另外一个 place， 再到另外一个 place， 再到自己。OK， 然后因为我们有了图，自然而然就会有矩阵。这个关系其实很显然，就比如说，我们大家有没有学过图论啊？就在场学过图论的有没有？了解图论的 ？OK， 今天可能有点太 dynamic。那个，其实计算机工程师应该会了解一点图论啊。就是图论，比如说我们会画一个，我们会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求最短路径，求最大流、最小费用流、最小费用流。然后，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图，图上面就会每个边会有一个，我们就可以把，就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矩阵大家有学过吗？矩阵都学过的 OK， 那么，我们，可能今天讲的有点复杂，不是，我以为 OK， 可能 P 四和 P 二，因为那个主办方跟我说，就是台湾的程序员水平很高，让我讲深一点的东西。然后那个 P 二和 P 四，比如说 P 二和 P 四，我们看这个 P 二和 P 四之间是不是连着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画一个矩阵，比如说零一二，然后那么二四这个矩阵的值，我们就写了一，表示二和四连着的。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把一个图变成了一个矩阵？对不对？这个可以理解吧？那么如果首先呢，我们就得到一个矩阵。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矩阵呢？因为在数学里面，我们无论是写代码也好，还是写程序也好，你们肯定是没办法把这个图直接输入到程序里面，是不是？你肯定要有一个数据结构。比如说像那个 GraphQL， 大家知道 GraphQL 吗？好吧，就是它是一个 Facebook 的跟那个数据结构技术。然后那个，我们要求这个图的最短路径，我们要有一个可以表述这个图的数据结构。那么经过无数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实践，这个东西就是用矩阵来表现最简单，因为矩阵有很多很多快速算矩阵的方法。比如说各位做 Deep Learning 里面最常操作的对象是什么？矩阵。比如说MATLAB 的那个基础类型，它不是像 C 加加一样，它是一个 int 或者说是一个单值类型，它是一个矩阵。在 MATLAB 的基础数据的单元是矩阵，对吧？所以矩阵是个很常用的东西。然后为什么神经网络用矩阵也一样？因为神经网络本质上是一个图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相关的那个这个 lecture， 会讲神经网络本质上是一个通过可微分算，通过对图进行可微分算的一个问题。对，所以说图是搞所有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所以说今天讲 PN， 大家回去跟我 PN 看一下那个神经网络，然后可以看我 OK， 这些都不讲，这些我就讲一下那个在
在现实系统中有哪些地方用到 TN， 主要是用于制造业。比如说制造业里面有一些，当然 这些东西在计算机行业里面也会出现，比如说定型进程。定型的话大家都知道，大家写代码都会用到定型。比如说定型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描述，比如说哎，这个是事件的起点，然后它会到这个地方来，另外一个会到这个地方来， OK， 这是定型。然后什么是同步呢？同步是指我有两个状态，这两个状态必须都到了这个 transition 才能同时进行。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发生了 joy， 就是在计算机程序上 joy。 OK， 然后这个是我们用来表述那个一些更实用的，比如说 buffer system 这个先进先出，我不知道台湾怎么说，就 bulk in bulk out， 就可以用这个图来表述。那么比如说你要做一个 buffer system， 在 PN 有一个用来输出那个状态机的一个框架，你只要把这个图画出来，真的是画出来，然后它就会给你一个 buffer system 的一个代码。那个对于缓冲也是一样，大家可以看一下。OK， 这些都不是很重要。可达性都不，这些是分析那个模型。这些我先讲后面的，直接一点的东西，再来讲它的那个分析方法。OK， 为什么我们可以用 Hausdorff Modeling Blockchain 呢？大家有多少了解那个比特币的 UFTO 模型？我想举个手，来决定我是不是需要讲。我还是需要讲。这个其实就是比特币的核心记账原理。我们正常人记账啊，我们看大家的自己的财富管理软件上面只显示一个余额，是不是？这个余额是怎么算出来的？在银行的记账系统里面是怎么算出来的？其实你去了解银行算法，它其实不是说它去直接改一个数据库的表，当然它在显示端可能这么做，但从银行这个核心系统来说，它是对所有的转账记录做一个累加。比如说大家去了解央行系统，去了解美联储的系统，他们最早的话就是所有的支出都会有票据。为什么银行要收那个票据？为什么不直接给个状态就完？银行一定要把票据 data， 每个票据就是一笔交易。银行为了了解他的账，他就是把所有的交易合起来做一个合并计算。对，就是央行它的一个基础，所以在比特币里面，不是在比特币里面，自然而然的它就会沿用这种模型，它把它称为 USTO。它的那个账本里面存的不是哎你有多少钱，我有多少钱，它存的是所有的交易。那么它把这些所有的交易串起来，就跟这个图上串起来，我比如说我有一笔交易给到你，我把它叫 output， 然后你就会有对应的一个 input， 然后如果你要用这笔钱，你就把这个 input 变成 output 传出去，所以说它最终形成了这么一个网络。对，就是每一笔钱你最终都能追溯到它到底来源于哪里。那么对于央行体系来说，它是来源于央行的某一个领导说哎，我要定多少钱。台湾的三万普通可能就台湾应该有央行，然后对于美联储来说，就是美联储几个大佬说我们现在开会，我们要立一笔钱出来，然后地方做一个初始支出，最终这些钱经过这种不断的输入输出输入输出，最终到了你的口袋里面，哎，你就有了钱。那就好比一张美元从印钞厂里面出来，一路流转，经过各种小贩、各种商店，最终到你的手里是一样的。所以说，这是整个银行体系的一个记账法的一个根源。那么在比特币里面，它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图你会发现，哎，它很像一个什么事情？它很像我们的那个 PN 系统中所能描述的，所以我们很自然的我们会想，哎，我们要用 PN 系统来去解释我们在交易中发生的事情，就这有什么好处呢？它揭示了交易的特征，交易的特征它用一个图来表示，我们就可以用图，是我们最喜欢分析的东西，因为图它有结构化，有结构化之后它就是离散的，它是离散的，它就可以有一些特征，用矩阵来分，有了矩阵的特征，我们就可以把一系列线性分析的方法弄到这里面去。因为机器学习，就是因为机器学习绝大多数的工作在2008年以前是基于线性方法，比如说那个我们常见的那个增速记账法，对吧？我们常见的很多方法，包括那个 SVN 模型，都是线性分析方法。那么矩阵是线性分析方法的天然输入源。所以很自然的，我们会想，哎，把这个东西变成它。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因果关系应该很直接吧？就是，直接吗？如果不直接，我再解释一下，就是从这个图到这个图，
自然嘛，就是用数学的话说，这个那个显然，trivial 这样 ，OK， 在这张图里，我先讲这张图，比如说 T1 和 T2 是两笔交易，两笔交易到了 PA 这个地址上去，然后这个地址又这个地址创建了一笔交易，将这笔交易分给 PA2、PA3 这两个人，又把一笔交易给了这个地址，在这个里面，这个圆圈就是地址，然后这个就是一笔交易，因为在比特币里面，你的一笔交易是可以同时给若干个人的，所以说这个相当于一笔交易，它最终会导入到三个地方 ，OK。所以说我们就找了一个，我们就会找一个 block， 找一个比特币上的区块，我们把这个比特币区块上的所有交易打印出来，我们就得到这么一张图。然后这么一张图之后，它作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画矩阵了。我们看一下 ，PA1 是一个 place， 然后 T3， 我们回到那张图看一下。T1、T2、T3，PA1、T3 没看，它是一直分这个地方有一条边，看到没有？说明 PA3。T3 这笔交易跟 PA1 有关系，同样的就表示这里面的所有 place， 如果它的矩阵上出现一，就表示它跟这个它的它是 T1、T2、T3 或者 Tn 某一个的接收者，就是这条弧，就是 T 的这条弧，它在圆圈后面，能够理解吧？就这个矩阵就反映了那个图的一个结构。那么有了这个图有什么用呢？我们其实可以做很多机器学习的分析。我今天讲一个最简单的原则，就是说我们有一条原则，是我们只要认为一个地址，比如说 T5 这个交易 T5TN 这个交易里面的所有一，我们会认为他们是有关联的，我们会给他的关联加分，因为这两个人之间产生了某种交易，我们就认为他有关联，这种关联达到某一个阀值之后，我们就认为这两个地址属于一个 NK 体。什么叫实体呢？因为在比特币里面，比特币的一个重点力图是洗钱，那么我们肯定要反洗钱，就是就好比那个神经网络里面有一个概念叫 GNA 嘛，对抗神经网络，你有一个神经网络，那么我要对抗你神经网络是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有证就有邪，所以说我们做这个事情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比特币里面的地址很多，我们想知道哪些地址你属于一个 NKT，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我们基于这个 NKT， 把这个 NKT 抽出来之后，这个 NKT 的交易特征就有了，实体和实体之间交易特征就有了，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来实体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更多的数据来把比特币上的交易是属于谁的这件事情给找到，这样比特币的匿名性就不存在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事情价值在于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去找到所谓比特币匿名性地址的背后的人。所以说站在这个地址上讲，我认为比特币的匿名性没有那么强，是因为我们从这个工作中确实分析出来很多地址类型，并且找到他们背后的主体。算法其实一样，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算法就是通过分析每一个区块的矩阵，不断的去加权，只要是 PA1、PA2 出现在同一笔交易当中，我们就认为他们是有关系的，然后加一个分。这边就是每一个区块会变另一边。然后这个算法为什么能收敛呢？是因为第一点，这个算法的那个循环原始交易。就我们设计一个神经网络算法或者设计一个机器学习算法，我们肯定有两点。第一点是这个程序可以执行完，它是有限步的，我们不能设计一个无限步的计算机程序。第二点是它会收敛。比如说所有的，相信每一个你们听的每一个 deep learning 的 paper 里面都会有一章讲它的收敛性的。一个不收敛的神经网络算法是毫无意义的，在机器学习领域也是一样。所以说这个程序我们可以证明它，哎，可以，因为它是有限步，因为交易是有限的，所以它是可以执行完的。第二点是因为它的所有数值是确认的，是小于一的，所以说我们根据威克拉斯定理可以证明它一定收敛。OK， 那么这个就是解释，我们通过了第一步的分析之后，我们就得到了 NKT， 然后我们可以用 NKT 画一个图，就是当我们之前那个是 place， 是 place P P alpha alpha 一 alpha 二或者 PA 一 PA 二，然后我们通过一二三四五六六个 place， 我们得到了四个 NKT。然后基于这四个 NKT 画了这张图，然后我们就把比特币的交易信息变成了一个，就是地址交易变成一个实体交易的图，我们就把这个信息更抽过账提高了一层。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基于提高之后，我们去做了一些其他的数据分析工作，我们就得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结果，就是我们并且找到了背后的对应关系，因为有一些网站会去公开他们的地址，
然后我们去搜了大概有5000万的网站，然后把他们所有含有比特币信息的地址都抽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到，我们就可以知道，哎，这个地址是谁的。比如说，哎，然后可以知道 Bitcoin 连带的用了多少地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后面就有一些个人会将自己的比特币地址泡在自己的 GitHub 上，会泡到自己的那个 Facebook 上，会泡到自己相关东西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抓 Facebook GitHub 的数据，我们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他手上在干什么事情。这样的话，整个比特 coin 的这个 entity 我们就获得大量信息。所以说，通过数据分析技术，我没有用到 deep learning 的那个技巧，用到都是很基本的线性分析的技巧，其实是可以得到足够多的信息的。大概是今天这个我们要讲的整个思路。大家有什么问题？就是具体有什么问题吗？如果说我把比特币请到交易所再转出去的话，你没有办法分析到最终到这个人是谁？可以。具体要怎么说？因为交易所的，我跟你说，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交易所。你可以理解为这个地方就是交易所。你看它的几个个体都会到这个地方来再汇出去，对不对？然后因为它一定会汇到跟自己有关联的地址上去。所以说，相当于它是一个三段的情况，就是交易所只是做了一个中间人。对，就是如果我假设我有很多币，然后把它洗到交易所之后，再把它洗到一个我开一个新的 address， 那其实你没办法把我跟那个 address 连在一起，除非那个 address 永远不动。对，那个 address 永远不动的话，就只要它动的那一天，它就暴露了。但它可以。他只要一直洗到其他交易所，应该会很难查的。对，他多洗几次的话，其实我先说另外一个观点。对，如果他洗到交易所里面，由于现在交易所 KYC， 我不知道能不能有 KYC， 就是会 know your custom， 就是他会让你做身份验证啊。他的信息其实就很就留下来就更多了。第一点，所以说洗钱在交易所洗钱，其实不是说比特币洗比特币，交易所洗钱最难防的是他把比特币洗到上别的货币上去。这样的话，两个区块之间就没有关联程度了，就相当于其他这个分析。然后这个工作也不是不可以做，就是相当于我将两个偏图，我再把另外一个东西的偏图做出来，然后我去分析两个偏图之间的相似性。就比如说，哎，这个时间点到这个交易所，然后这个交易就固定在这里。然后我们去看，哎，这个交易所在另外一个，比如说像那个 VEC 或者像那个以太坊，它也有一个地址，我们可以找到知道，对不对？我们就把这两个地址 replace 来去做一张新的图。做一个更大的图。第一个问题还好，第一个问题是说，他除非那笔钱转到一个新地址，永远不动，这个时候我们有办法。但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至少知道我们该去交易所追踪他的交易了。然后，那么这个时候只要去找到交易所，去让他们提供信息，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其实去交易所反而是一个更危险的行动。但是交易所里面的交易，它通常不会 export 出来，所以你其实政府啊。就是一般会需要做追踪的不是普通民众，一般是政府或者机构，他肯定会让你交易所提供信息。比如说，无论是台湾法律还是那个美国法律，都会要求交易所向政府提供信息的。所以说，基本上政府只要控制住交易所的信息，基本上对于这件事来说，他们的追查度就很高了。对，所以说那个目前来看，交易所并不能，就由于监管体制下，交易所不能够保证合法性。因为大的交易所基本上在信息的收集上都做得非常安心前方。请问那个你这个实作的话是有用什么语言或什么工具来跑刚刚那个资料？第二个问题是刚刚那个图的资料要跑多久？我介绍一下跑的那个方法。第一点是普林斯顿有一个项目叫 Blockchain ICR Program，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在这里面做的，
它支持那个 Python 和那个 C++， 而且很像那个 JavaBook， 所以说在这里面，然后它你可以直接下一下它那个镜像，然后部署在 AWS 上面去，然后你用写 C++ 或者 Python， 大概一个区块构建图只需要大概五分钟时间，我们分析了大概18000多个区块。所以速度是很快的，然后回头我们可以私聊把代码 code 发给你，然后那个这个事情可以在这个里面做，然后它是我们目前用过最好用的比特币做数据分析的框架，我也推荐给大家，它是普林斯顿的一帮人做的，性能非常好。可以看一下四大家的项目，他们这个做了很多搜索上的优化。对，他们就是你们是神经网络的话，应该对 deep learning 很熟悉了，做 deep learning 对 deep learning 很熟悉，所以说你也可以用一些 deep learning 的那个 tool， 或者说直接在里面做分析。我们也做过一些分析，用 TensorFlow。对，所以说这个 tool 很好用，而且部署很方便，只要有钱 offer 的那个 AWS， 因为实在很贵。Any question？声音有点小，能不能都没开？所以，在所谓的区块链上面的资料都爬出来的情况下，那所谓交易所上面的资料其实是不用做所谓的实名认证的。还是要做。第一点是，因为我没有，其实就我没有更多的关于用户的 identity， 就他自己身份的数据，所以说我没办法用一些算法将这个东西完全绑定。但是交易所做 KYC 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技术只能说从概率上，我对于个别实体我有多大把握去判断，因为其实无论是机器学习还是神经网络也好，我们是一个概率学的问题，是一个概率判断问题，不是一个确定性问题，就是一张图给你，它一定是只鸟吗？只是说我在95%的概率上它是一只鸟，对吧？所以说我只能说给你一个概率指导，那这个概率指导可以帮助司法部门大概率去确定该去抓谁。对吧？但是交易所要提供信息，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去通过 KYC 知道某个地址它跟谁有关系，然后进一步去缩小它的搜查范围。所以说 KYC 加上这个资料，因为我自己也拿过一个小交易所的 KYC 去判断它的地址，其实还是蛮有效的，能够分析出来那帮人其实构建一个地址库，我可以很清楚的锁定他那帮人可能是什么关系。对的，目前是这么一个逻辑，就是我们有了交易所的 KYC 资料，会使我们对于比特币上的地址的分析会更加准确，会锁定到人。那这样的相同概念在其他的币种上的链也是可以做相同的？基本上都是可以做的，除了那个 Zcash 这种用同态加密的币，因为它不会让你去导出那个图，就是它叫零知识证明，它是一个密码学概念，它的思想就是在于它上面会提供一些证明，你不知道，提供一些记录，这些记录可能是一个这个证明脚本放在它的链上，它的链上存的不是账本数据，是一些证明脚本。那么这些证明脚本中还有一定的钱，然后如果你想用这笔钱，你要去提交一个零知识证明，就告诉大家我有这笔钱，然后别人才会相信。但是你转账给谁，这个数据人家不会记在这个链上。OK， 所以说你是没办法分析的。所以 ZC 是 Zcash 是那个是一个比较好的同态加密的库。所以说它的分析有另外的方法来做分析，但是今天就不展开讲，他们也可以分析。还有别的问题吗 ？OK。没看见到。啊？这样听得到吗？我听到。OK。那我刚请问一下，就是假设我有 A、B、C 三个钱包，然后我把钱从 A 转到 B 跟 C 的钱包，那你有算法是要辨认说 A、B、C 三个钱包归属我？对，就是我如果发现，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只是内部转账。我其实这个东西不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用 A 和 B 钱包同时发起一笔转账，就是比特币的那个转账不是你想的那样，就是说它可以 A 和 B 钱包一起发起一笔转账。就 A 和 B 钱包，你不是有两个私钥吗？你同就你 A, B, C, 对，就是我 A B 嘛，你 A B 如果同时转账给 C， 就比如说你发起一笔交易是 A 付10块钱 ，B 付10块钱转账给 C， 我就可以确认 A B 都是你的，这是一定确定的，这是一定确定的。就是这个东西是。那你知道会不会 A 跟 B 其实
其实两个人，然后只认识买东西。但是你们两个人无所谓，在我看来，你们两个人都有用了 A 和 B 的私钥，对不对？私钥你总会有私钥。那你不可能跟他同时转账，就是比特币里的同时转账是指的，这笔交易里面有两个来源 A 和 B， 你发生这笔交易的前提是在于 A 和 B， 你同时拥有 A 和 B 的私钥。不是的，就你要有私钥，你要有 A 的私钥才能转账。哦，你说从 A 转账过去。对啊。对啊，可是这边 A 跟 B 同时属于同一个流程。我先说第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你要发起一笔交易，涉嫌三，就是比特币里面有的交易，不是说 A 就是直接 A 转给 C， 然后同时另外一个 B 再转给 C。我说的交易类型是有一笔交易，它的发起人是 A 和 B 两个人。他转给 C， 是在这在比特币里面是允许的。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确定 A 和 B 是一个人，而且比特币里面有大量这样的交易。OK， 然后另外一个，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在于，只要你 A 和 B 之间转给 C， 我就可以认为你们俩有关联，而且你们的时间越逼近，我就把这个关联速度调得越高。这样的话，你的 A、B、C 其实是混在一块，就在我的里面 entity 的那个在那个 K 静名里面，你们是一个静名。那么如果你之后其他没有其他动作，我基本上可以认定为你是一个人了。对，因为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你不是一个人，而且为什么你 A 要转给 C？ 如果我问的其实是，如果 A 他转给 B 的私钥，那这种情况我怎么知道 B？ 我不知道，这如果你只是 A 转了一次 B 跟 C， 那我其实不知道，我只能知道 B 跟 C 有一定程度关联，对吧？但是因为你就是为了攻击我这个算法，那么存在我总能造出很多交易来攻击我这个算法。对吧？那么 B 和 C， 所以说我当然不知道，但是比特币的目前来看，交易者不会这么做，他们一定是有关联的。就你可以去造一个场景，让我识别不出来。就好比我可以就在你网络里面，我可以造一张图，它明明是狗，但是我让你识别成猪一样，是因为你知道了我这个算法是这么来设计的 ，OK 吗？就是那个我没办法比，我只能够打一个分，比如说你的。你 A 转给了 B 跟 C， 我知道你 B 和 C 之间是有关系的，因为我可以通过，比如说你 A 转给了 B 和 C， 我首先有一个矩阵，我把这个矩阵再乘一次，我是不是就知道 A 和 C 是相连的 ，B 和 C 是相连的，对吧？就是相当于我把这个矩阵再乘上它自己一遍，我就知道 B 和 C 是相连的，对不对？就好比我把一个图的连通性，就是图里面有一阶连通性、二阶连通性嘛。我把这个图再乘上它自己一遍，就是它的二阶连通性，我就知道你的 B 和 C 是可达的嘛。然后我就可以知道你 B 和 C 是有关。我们一般会算到16阶的可达性的图，然后每一阶可达性会给一个分，二阶可达性会给一个分。就好比你们之间通过一个中间人发生的关联，就刚刚我说的那个交易所那个地方，比如说。就比如说，他跟他之间是没有实际交易的形式，但是他们通过他有的交易形式，对不对？通过他是不是有了关系？你是反正是这种情况，就是你 A 转给了 B 和 C， 你的 B 和 C 之间是没有直接关联的，但是你通过 A 有了关联。这个就是二阶连通性，那么我可以把这个矩阵乘上它自己，那么它是不是就是它俩直接会连通了 ？OK， 那么我给你一个评分。还有，你可以分享一下，如果透过这个方法找到有什么就是有趣的东西吗？有趣的东西？没有，有趣的东西主要是找到了一些，就是可能没有比特币首富的，就很多比特币首富是假的。中国有个比特币首富叫李笑来，就他宣称自己有10万个比特币，但我们通过2010年的分析到和2012年分析到2016年的数据，我们认为2012到2016年中没有除了交易所之外的人掌握有10万个比特币，所以说我们大概就认为李笑来是在瞎逼逼。对，这个是个蛮好玩的事情。然后那个。我们还有一些地域分析的那个图没有放出来，就比如说台湾地区在那个2014年之前，比特币持有数最多的人就2000个，所以说你们有人2014年之前甚至有超过2000个比特币，那也可能是个骗子。所以说你们可以问问身边那些比特币大神，他们是不是有人宣称2014年之前买了很多比特币，可能没有，因为我们刨了一些
那个比如说有些台湾人在 Facebook 上公布了自己的 GitHub 地址或者 GitHub 上，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地址抽出来，然后我们会认为跟他有一些关联的人大概率都在台湾，然后发现跟台湾有一些关系的人当中，目前还没有在2014年之前没有超过有10000个，还有2000个比特币的。中国大陆那个之前没有有超过那个20000个比特币的，2014年之前。所以说，照来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不那么老实。反正有这种数据吧，就是你有时候听一个人说他很厉害，就参加了比特币的什么有多少个，可能没那么真实。对，就这样。然后这是有点意思。其实你刚刚说这也是要有根据，那您说大一点吧。对，去就是钱包的地址跟去就是实际的地理位置扯上关系。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在我们首先有个库，这个库里面我们从 GitHub 上和那个和 Facebook 上扒了一些，他们会把自己的比特币地址扣出来。那么 GitHub 上我们就有他的地址的那个地址信息，然后那个微软地址信息，我们还有个交易所的那个地址信息，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库。然后哎，如果这个人我们认为他和 A 和 B 之间有一些联系，对不起，那个就是我们认为他之间有相关联系，那我们就认为 A 和 A， 我们就认为他可能在台湾。如果他根本没有跟台湾人交流，我们大概认为他就大部分不在台湾。当然有一些可能例外，就是我们会这么判断，对吧？因为我们还是相信这个同城之间在场外没有那么成熟之前，就是同城之间的交易还是蛮多的，在2016年之前。对，因为我很早就开始炒比特币，然后我们把这个应用用来做我们的一些产品，就比如说我们自己也在做一个，我不是打广告，就说我们会做一些那个分析，就是做一些那个投资，我们发现哎，如果地址上有一些实体之间的这个大型的变动，我们会认为哎，这个东西可能意味着比特币发生了场外的大规模的购买，而场外大规模的购买最终必将会传导到场内来出现涨幅和跌幅。就可以分析在以太坊，以太坊可以，就以太坊会有点变化，是因为以太坊的基于状态的，可以稍微要改一下它的分析，就它跟比特币不一样，比特币的那个账本里面都是 LTO， 以太坊里面全都是状态的变化，因为以太坊要支撑那个智能合约 ，LTO 里面是不能存智能合约的。所以说以太坊智能合约的话，它里面要存的是状态数据，比如说我 update 的收表的保障，所以它每一个是一个新的状态的 fix， 就好比那个 git 一样，就是 git 里面的那个 patch 其实是一系列的 git 里面的每个 commit 其实是一系列的那个跟数理一样的 patch 的集合。对，可能大家也不是很熟悉 git 就是它就是以太坊会像 git， 就是 git 那个不是说像 git 那个系统，就像 git 那个 commit 那个链一样，它每一个状态的修改其实相当于 commit 里面一个 patch。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 patch， 打过 patch 补丁吗？你们有人参与过 Linux 的开内核的开发吗？好吧，你们有人给开源社区提交过代码吗？就是你给开源社区提交代码你要用 patch 提交，就是现在可能 GitHub 出来之后大家就是 push 一下就结束了，然后那个我像我们现在给 Linux 提交代码，因为我之前做物联网，我们给 Linux 提交代码，那我们那时候就是在邮件里面写上一个 patch， 然后交给发给某一个人，这个人就叫 Greg， 他是 Linux 的那个左膀右臂，然后他同意了，然后这东西才会被 pass 到那个主链上去。这个 patch 其实就是，我给大家看一下 patch 的形式是什么样。大家看得清楚吗？就昨天没有看，好久了。你看到，这就是一个 pass， 它会告诉你，这个就是一个 pass 的样式，它会告诉你，哎，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不一样，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不一样，对吧？那么以太坊里面那个数据就跟这个类似，就是它那个区块里面每一个那个小的东西 trans， 就是用那个修改。类似的修改，不是完全一样，就是更意会，就是它是基于状态的修改，而不是一个转账信息。我也是有可以把字变大嘛，后面看不到。可以把字变大嘛，后面看不到。或者是用反白。稍等啊。OK， 这能看到吗？可以看到吗？大家可以看到 ，OK， 就是这么一个修改。
当然也可以做，就告诉你你要做一些额外的工作，会有一些工作量。因为有些是合约在，他是在做合约。对，合约，因为合约它不是交易，它是一种数据，它相当于在一个地址上是加了一个状态。这个菜刀以太坊的设计初衷了，就是因为他有以太坊的人在，可能我就不在此造作。OK， 还有别的问题吗？没关系，还有我大概还有那个十分钟时间，我等下一个讲座。那大家都这边没有问题的话，那我继续问。好，就是说，那你说之前可以判断庄家，或是说有大笔的购买卖出吗？那现在还可以做这种模式吗？嗯，可以，可以。对，像那个最近的市场不好的话，就是你可以上去关注一下我们那个 ETF。对，然后这个我还不帮我们客户交流，因为广告是对于那个听众不尊重。那个我们就是会关注，因为你有场外交易的话，一定是意味着有大的地址做资金流动。即使是 Bitfinex 这种大型的盘踞交易所，因为是大宗交易的那些持有者是不信任交易所的，他们一定会把钱转到自己的账户，所以他们一定会出现流出。我们只要判断哪些大户其实是历史上一直在做这种，他们的流向跟比特币的涨幅和跌幅非常像，就他们一旦币开始变少了，就是往往是涨；币变多了，往往开始跌，你就心里有数了。币变少的时候是涨，因为是庄家嘛，它跟我们思维不一样。它只有涨的时候，它要涨，它才会变少嘛。它是做出货，就不然就是那个叫追涨杀跌，知道吗？就刚才前一个不是讲炒股的吗？那就是我们就问他买股票切记什么追涨，所以他们要选那种成长型股票，就是涨的时候他开始抛，对不对？然后那个跌的时候就跌的时候他开始买，因为他就是成长型，就一个道理。那现在是不知道，现在看不就我真看不懂，就是现在有没有什么就没有明显的场外交易信息，然后那个就是在跌，我觉得就那样吧。没有炒股的历史，就是最近不是在6000一直在砍，也没有，我觉得是暴跌到6000从7000，因为我们那个 ETF 其实有一次调仓是那个7000点的时候调了20%，就是因为当时有一笔比较大的交易，对，然后我们调到了那个，他可以那个给大家看涨幅，然后我们就当时都调到那个比例，然后就一直在暴跌。所以没有自己做 ETF， 我们做 ETF， 我们这个下来的交流，就我们那个不能。尽管我们那个 supporter 可能要求我讲一讲，但是我还是不讲，因为那个不太尊重。大家可以扫一下微信，然后贴一下微信，你有没有微信或者别的那个东西吧？我们可以建个群，那个用强哥的群吧。那请问一下，除了 KG 发手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发手是可以做这种分析的？啊，蛮多的。你要做什么分析？就你刚刚说的地址分析吗？对对对，蛮多的，有一些基于 RSTM 的，或者是说有没有第三方服务我可以直接？没有。对，你可以去看看那个，你可以去发邮件问我刚才跟你说那个 Block SCR 那帮人， okay. 然后他们那个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他们一直在想办法让比特币公开化，地址实名化，就这帮人真的是牛逼。我找一下，我贴一下那个微信的那个，因为我来自大陆，就不会没有那个 Line， 抢着那个说。你发一下图，还是我在这里？稍等一下。那另外想问一下，就是那种 grip， 它刚的 algorithm， 它是保证它 finite time 会 run， 就是 around time 是 finite time 才没太听懂。就是刚刚的 algorithm， 它是有保证你一定会省电。你刚。不是去算 grip， 然后要去算一个会收敛的，对，嗯，对，主要是 finite time 去收敛的，对。那你们会有遇到说实物上有哪一种 grip 的结构，它的收敛时间会比较长吗？没有，没有，因为我们是，因为对于我们是个有限算法，所以说我们的指令固定时间是固定的，它区块的交易数量多，我们时间就多，收敛长就少，我们现实来算，好，谢谢。那你微信好不好？
强哥是那个。强哥去。强哥是加他鼠标一样，鼠标一样。我不是强哥，强哥是我们非常敬爱的一个领袖，就是大家可以回头看一下，就是对，在后面的。后面强哥，然后就我们会在这里面更新，大家有问题可以在直接问，我会为大家回答。好，那时间长，我们就谢谢今天的讲者。然后 QR code 那个二维码就放在这边，就大家就可以来扫扫。对，有问题的都可以到前面再来问。好，那下一场会是在两点半开始，谢谢。